哇，爸爸，你好老，我47岁。哎呦，现在74岁。现在不是七十四。真的，你看。47，我爸爸7岁，17岁。哇，这样几家分家嘞？赶紧分家嘞！你这边没有开，开了。啊，分家了两条，接下来尴尬了。这边都行。来来来，帮忙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有准二宝？哇，头好像有点浓了哈。这次二宝看起来有点不爽。是啊。你看他的脸，这是感觉。你看，他脸充满满的不爽。可能从镜头看是74岁。嗯，他的嘴巴已经不见了哈。嘴巴有了吗？没有，嘴巴那个尖的。又差了。这样是47还是74啊？47呀、啊，因为朝你这边呢。是吗？可是镜头拍是74啊。好看。啊，好。然后这个你要是47，原来原来，但是他一脸臭脸。你看，是就是脸基本上是的。对，有准脸本来就是都是臭的，你可以看着我有准叫啊。有啊。那是鸡，鸡才会。有准跟大宝、小宝呀。哎，是收起来了。看妈妈，烧火了。好，失火了，失火了，失火了。还不用关灯，我不用关灯吧？要。好，预备。还是很亮。厂长，哪里？哎，那是厂长。飞蚁，飞蚁，飞蚁。好，那赶快来唱一唱了，飞蚁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滴下来了，滴烂了啦。嗯，啊、你生日礼物还是要先切蛋糕。小魔术吧。先切蛋糕。切蛋糕。好。先切好。嗯。我先，我要吃油准头。等一下。我要吃它的。等一下，它有那个辣。我不想要切油准，切哪里？我切不下手了。切不下手。先断脚好了，它脚那个骨折了嘛，先断脚。好。哦，打错了，这是谁的？爸爸的。好，来，快点！那鸟头是要给我们。鸟头不好切吧？那不好切。领生日礼物，快点！我生日礼物呢？还没准备。我有。妹妹都有准备，对不对？加一点，好不好？哦，现在打它会有光吗？来配乐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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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最爱你？好来。哦，是我啊！哦，小猪来。这是我贴纸不准的贴纸，都把它翻上来了。啊，等一下还要帮我贴回去吗？没有，是存好了之后，我会再存新的一轮。是啊、哦。所以这些贴纸，你可以再帮我收藏吗？嗯，可以。可以，好。好。这是什么？夏季有夏季
夏季优惠券箱30个。夏季优惠券箱20个，这是另外爸爸想象的时候，夏季优惠券箱10个，想象的时候就叫你帮我箱，对不对？又是贴纸，这贴纸好像都是我送给他们的。哦哟，贴纸好棒哦！好了，那爸爸领生日礼物了。爸爸之前说过，爸爸生日多一岁就箱一个，所以等一下每人箱47个，对不对？嗯。生日，爸爸箱。这是优惠券的，另外平常是拿的，这是爸爸收好。但是呢，爸爸以前说过，每次生日的时候呢，生日几岁就要相几个，来快点。像你100岁又是飞蚁的，又是飞蚁的，快点相爸爸去解决飞蚁。等一下，这飞蚁怎么？先相完，爸爸去解决飞蚁，快点。把窗户都关上了。关上了，快点。这里。左边讲。雨伞的先生。不会，飞过去你那里了。对，枕头，好，来，这段卡掉，好不好？来，先香，快点，每人47个，讲好，我们上次讲好，上次妹妹生日时候讲好了，来，我香40个挺好，47个，爸爸香生日几岁就香几个，快点，姐姐，真的，小舅来了，快点，姐姐快点。这是传统，以后每年都要这样做的，快点。好了，等一下。你还在吃东西，我怕会吐出来。太恩爱了，所以吐出来。妹妹来，先拿。谢谢。10个。10个。好。然后我先端掉，自己数啊。好，小秋蕾的，这样你48岁，小秋蕾不算那个箱子47个里面了。小秋蕾，可以，抽养成，好，爸爸差点把你们口水擦掉，爸爸才不把你们口水擦掉，好。跳电了，这样可以吗？现在停电了。